想一想，是爱打电动吗？今天就来安排的第三首歌曲，这首是我们水梁，也是一首张雅文的歌曲，叫做《水梁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来，今天我们的主持人会，谢谢啊。
哇，你看我们的天使宫真的很热闹哈，哎，真的要等一下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坛城去拜拜一下哈，哎，祝福我们的所有的在场朋友出入平安，那大这个和家平安哈。哎，阿露来被盖小助理呢，也是我这个从小看他唱歌唱到大，哎，现在已经是亭亭玉女啊，少女了。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凯琴。谢谢。我一点怪怪呢，啊，你叫我姑姑就袂怪怪啦，不会啦，啊，别叫姑，别是叫，袂姑不了，你叫我姑就好。都很喜欢人家叫雅姐，姑姑，不要啦，狗狗会很奇怪。不要，现在我要换名字了。我看整个这台上只有他一个叫你姑，狗狗。不啦，不。有啊，还有谁？我这咱里头的助理说林志颖叫我大哥，都没听过。大哥是后面是个炮，叫我大哥啦。